老爷，老爷，恭喜您了。吴大夫说，梅兰这次怀的八成是个男丁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这些日子为他我真是操碎了心了。哎呀，太太真是劳苦功高，白家不会忘记你的恩德的。恕我白子一拜。哎呦，你干嘛呀？您快坐下，您快坐下。什么你的我的，都是白家的。对对对，太太说的有理。老爷，您这回回来多住些日子啊。哎呀，我想是这么想的，可我就是担心这钱庄的生意是否顺当。说的也是啊，家事和生意比，后者为重要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别住的时间太长了？哦，那倒不是。哎，不过也不能住太久了。不，为什么？梅兰身子弱，经不住折腾。为了保他们母子平安，你最好少去打扰，最好晚上睡我那儿。这事儿您可得想好了啊！想要儿子，就得按我说的去做。我这可是为白家着想啊！既然你都说到这份上来了，那我也无话可说了，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嗯，吃了饭早点回去歇着。香菱，哎，我把老爷交给你了，好生伺候着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太太。待会儿把钱柜一块儿叫到佛堂去，我有事情要交代。是，太太。老爷这次回来，可能要多住些日子。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把老爷伺候得好好的。光伺候好还不行。啊，那没事的时候，我带老爷出去转转。我是不想让他在二姨太那儿过夜。这道理我不说，你们也明白。我懂了，太太。二姨太的嘴是封不住的，万一大院里闹鬼的事儿被老爷知道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那老爷要是追问起来怎么办呢？你们俩谁要说漏半个字，就别想在这儿再待下去。该怎么做，自己动动脑子去想去。下去吧。啊，哦，是太太。老爷，我就知道你准得来。梅兰，嗯，太太呢？太太怕影响你的身子，她让我今晚到她那去过夜。说得好听，她就是不想让我跟你在一块儿，她帮我跟您诉苦。哎呀，你呀，别这么想。是怕你呀，经不起我折腾。行了吧，他都把我折腾够呛呢。你要有什么委屈啊，你就告诉我，没人拦你。老爷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走，我又遭了罪了。
你都有身孕了，啊？没人敢欺负你啊。不是，这院里有闹鬼了。啊？真的？啊！谁呀？是我，香菱。我也没叫你啊，你有事没事的，你烦不烦啊？二姨太，我给您送保胎药来了。以前都是临睡前赵妈送过来的，你现在送过来，诚心捣乱是不是？赵妈好像真好，有事离开了，我怕待会要娘了。好，老爷。哎，老爷，原来您在这儿啊！太太到处找您，说有事要跟您商量。找我？啊，我这刚从他那儿过来呀。也许他又想起什么急事来了。你们还有完没完了？我正跟老爷说事儿呢，你出去。二姨太，再怎么说您也先把药给喝了，太太吩咐了，不看着您把药喝完，我是不能离开的。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，香菱，这药难不成我能给老爷喝了？二姨太，您说到哪儿去了？我只是奉太太之命来伺候您，哪敢管您呢？老爷，你看吧，我在这儿啊是丁点自由都没有，他们就是这么合着来欺负我呢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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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呢把这药啊喝了，我去看看太太找我有什么急事，好不好？我等会儿再来看你，好吗？去吧去吧去吧，我就知道你就去。好了好了，老爷，你在家里像老爷吗？你简直就是一小媳妇儿，你看你怎么说话啊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，别生气。香莲，小心伺候二姨太。是老爷。啊，老爷慢走。喝吧，老爷让我小心伺候你。想吓死我啊！我不放心，怕你又出岔子。关你什么事儿？狗拿好处，我解释。哎，你又做错事了。你才做错事了呢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少假惺惺的。你又惹他了？嘿，您哪只眼睛看见我去惹他了？不是，一只巴掌拍不响啊！以后你离他远点，要不然我真的不放心。切，你自己的事儿还没弄明白，你别来管我。走走走走走啊，看你就烦。不是，我又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说，哼，你自己清楚，两面三刀的东西。哎，你是说上次抓鬼那事儿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我还以为是你把我给卖了呢。居然还反咬一口你！哎，
我发誓，如果是我钱柜告诉太太的，天打五雷轰。哼，别演戏了你，不要以为纸里能包得住火。你跟太太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你瞒得过谁呀你？哎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，你。装，没工夫搭理你。香菱，咱们俩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吗？哼，我可没精神三更半夜的陪你聊天。哎，那你就陪我在这儿多待会儿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，什么？不是你说什么？我是癞蛤蟆？他还真把他自己当天鹅了。谁惹你了啊？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啊！老爷，你心里还有我呀？那当然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呢，你给我生了一个胖儿子。哎呀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是高兴的手舞足蹈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把把大太太推下了床，这大太太你猜怎么着？她以为我得了抽风病，抽风病呢。然后她就抱着我就说：“哎，那个老爷你怎么了？老爷你怎么了？哎，钱柜呀，赶紧叫人来呀！”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把我给梦叫醒了。你想想看，我连做梦都牵挂着你呢。行了吧，老爷。我看你啊，来看我是假，来看我肚子里你的儿子才是真呢。没有你，哪有他呀，我的二太太。老爷，昨天晚上太太把您叫去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她就是问问钱庄的事儿。其实她就是怕我影响你睡觉。行了吧，老爷，就他们把我折腾的还不够啊，这两天大院里天天闹鬼。那天晚上我差点被鬼吓死我，老爷。有这种事儿啊？可不嘛。那我怎么没听太太说起过呀？不告诉你。呀，什么事儿我没跟您说呀？呀，美兰哭了。怎么了？昨晚睡得好吗？不好，就做噩梦来着。哦，那是好事儿。噩梦醒来是清晨。哦，这么说你是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好，好。老爷，啊，该吃早饭了。哦，你的一会儿赵妈送过来啊。美兰。老爷一时半会儿走不了，有的是时间跟他说话啊。哦，对了，燕娇，哎，我问你，梅兰说大院里的闹鬼，有这事儿吗？老爷，上回他说看见老太爷了，有这事儿吗？梅兰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我没乱讲啊。不是您还叫钱柜去抓鬼来着吗？对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那是我给你个面子才这么做的。结果呢，见着鬼了吗？钱柜连个鬼毛也没见着啊。不是的，那是钱柜没用。老爷，我发誓，我真的看见鬼了，真的，我真看见鬼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那别人都没见着鬼，就你见着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有问题。好了，别说了。香菱啊，你去把钱柜给我叫来。老爷，钱柜好像正忙着。真的？你看见了吧，老爷，他就是心虚，他连叫都不敢叫。
香菱，嗯，听见老爷吩咐了吗？哦，是老爷。好啊，既然到这份上了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吧。今天查，如果查无此事，老爷别怪我不给您面子。你别生气嘛，这事情搞清楚了，这梅兰也不会疑神疑鬼的呀。老爷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？不是我说你，你做人太没良心了。你想想啊，自从你有了身孕，我们怎么对你的？啊，让你吃好、喝好、穿好、用好，全大院的人就差把你给顶到头顶上供着了，你还不知足？那你要干什么呀？老爷太太安好，二姨太安好。老爷，这回您可得问仔细了啊。嗯，钱贵，你快跟老爷说，咱这院里是不是闹鬼来着？没规矩，是你问话还是老爷问话？哦，那个钱贵啊，我问你，这咱们大院里是不是真的有鬼啊？回老爷，遵照太太的吩咐，我连续好几个晚上在二姨太太门前守夜，未曾见到过鬼啊。你胡说你！我明明看见一只白衣鬼，是你没本事逮不着你，老爷。二姨太，您误会了，那不是鬼，那是赵妈。那天晚上您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在您门前，我把赵妈给逮着了，我也以为是鬼呢。当时赵妈是穿着白衣服来给您送药的，您还骂了她一顿呢。是啊是啊，老爷，赵妈平时就爱穿白色的衣服，一定是二姨太看走眼，把赵妈当成鬼了。哎呀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那是梅兰你搞错了，是不是？她是把赵妈呀当成了白衣鬼了。哎呀，不是老爷，赵妈是赵妈，白衣鬼是白衣鬼，我发誓我肯定没看错。哎呀，行了，快打住吧，再扯下去都没意思了。不行，老爷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梅兰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，你脑子有病，真的。你脑子才有病呢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啊！你们还敢合着伙来骗老爷，老爷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吵了就。你们俩都吵烦死了都，我去住房进去。香菱，伺候老爷去。是太太。钱贵，哎，咱们走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您先坐下。我给您捏捏，您就舒坦了。香菱啊，嗯，你说今天的事情啊，谁说的是真的？老爷，您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您说。今天的事啊，当然是二姨太太说谎了。那何以见得呢？你想啊。自打二姨太进了白家的大门，就不断的生事儿，一会儿说什么老太爷还活着，一会儿又说什么看到了白衣鬼。太太可是真心的待她好，一个劲儿的叮嘱我说，对二姨太要尊重，伺候二姨太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可是二姨太呢，不但不领情，还老无中生有的编些没影的事儿来诓你。那你说这梅兰这么做，对她有什么好呢？
色您都看不出来啊？他是在跟太太较劲，想自己做太太呗。这太太跟你说的？老爷，您别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。哎呦，我这么给您捏还行吗？老爷，您身上的味道真好闻，身子捏上去不软不硬的，很舒服。老爷脾气就是好，又会体贴人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越说越出格了。现在人家说的是真心话嘛。我告诉你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知道的，老爷。下去吧，我还有事儿要做。太太让我好好伺候您。我叫你下去就下去，哪来那么多话呀？是老爷。老爷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张妈啊，你来一下。哎，你是我们白家大院的老人了，有一件事呢，我想问问你。老爷，你要跟我说实话。哎，只要是我知道的，您尽管问，我绝不瞒您。这大院里闹鬼的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哦。前两天我也不知道，是听钱贵说的。那太太让钱贵捉鬼的事儿你知道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老爷。那天晚上啊，我像往常一样，去给二姨太送那个每天晚上她要喝的那个保胎药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我刚要一敲门，突然一下子那钱贵就冲上来把我给抓住了。哎呦，当时把我给吓的呀，一下子就把那装药的碗给摔碎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二姨太挺生气的，她说有什么白衣鬼来害她。那这么说真有此事了？哎呦，老爷您千万别误会啊，您也知道我在大院干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平时爱穿白衣裳，大家都知道，所以二姨太可能把我当成鬼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老爷，您还有什么事要问吗？赵妈，这事儿呢就到此为止了，不要再提了。以后大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呢，你给我盯紧点儿。二姨太那儿你给我伺候好，我会赏你的。哎呦，老爷您说话太见外了，伺候好二姨太那是我应该应分的事儿。我钱庄呢有些事情要找我，我现在就得走。两位太太那儿呢，我就不和他们打招呼了，回头啊你去跟我说一声。那您不吃了午饭再走啊？那不了，我还得赶时间呢。哎梅兰，你现在身子不方便，就别到这儿来了，让赵妈给你送到房间去就行了啊。那哪成啊？老爷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这儿的礼数我可不能不讲。太太，太太，太太，嚷嚷什么？哦，太太，不好了，老爷不见了。哦，太太，是这样。老爷他头一个时辰就走了，说是城里有急事赶着去处理，他怕打搅您二位，所以就……梅兰，老爷这次回大院可是专程来看你的，你可倒好，在老爷面前瞎编乱造、搬弄是非，这回好，把老爷气走了，你高兴了？
我瞎编什么了我？啊，我心里不痛快，我跟老爷诉苦不行啊？还有你，怎么伺候老爷的？我敢顶嘴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别以为老爷能把我怎么样，在这个白家大院啊，永远是我说了算。切，那要看是什么事儿。什么事儿都是。从今天起，你哪儿也不许去啊！老老实实在屋里给我待着，养着，一直到生了为止。你们俩，给我看好了。他要再被什么鬼呀、神儿的给吓着，找你们俩算账。是。赵妈，现在就把他送走啊！太太，二姨太，走吧。掌柜，哎，昨天吴大夫给二姨太把脉，说二姨太这几天就要生了。啊，你那个亲戚得抓紧时间接过来呀。哎，太太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事儿我早就安排好了，肯定误不了。你可别大包大揽说大话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这可是老爷的头一胎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太太，我这个表姑婆做接生婆已经30多年了，当年我就是她接生的。哎，如果您不放心的话，我马上把她接过来，让她在大院里等着。那再好不过了，最好现在就去接。好，我马上把她接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哎，你顺便到老爷那儿跑一趟。啊，把这个喜信告诉老爷，让老爷早点回来带喜。哎，遵命，太太。快去。是。表姑婆，您这年纪一天比一天老了，该为自己想想。别整天东奔西跑的了。哎呀，难得我大侄孙有这份心意呀、啊！其实啊，这些日子我也正在琢磨这事儿呢。这不，你就找我来了。哎呀，天意天意呀、啊！您只要顺着太太的意，太太叫您干什么您就干什么，就保准没问题。嗯，我瞅个机会呢，跟太太说说，把您留在大院里。哎，让您谋个一差半职的，兴许能给您找个好出路呢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待会儿见着太太呀、啊，太太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，可千万千万别多说话。走，您就放心吧，我的大侄孙，我不会给你丢脸的。好，快，你说太太着急了。太太，我把袁妈给您带来了。太太吉祥，我给您请安来了。哦，你就是钱贵请来的接生婆。啊，是的，太太，昨天晚上袁妈就跟我过来了，没敢惊动您。坐吧，坐下说话。不敢，我站得回太太的话。哦，我们白家是个大户人家，你要想留下，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要干好了，我们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一切听太太的吩咐。那好，
香菱，哎，带袁妈到二姨太那儿去。是太太。袁妈，哎，从今儿起您就守在二姨太那儿，一直到她生为止。太太，您就尽管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啊，把二姨太伺候得舒舒服服的，一定让她帮你生个大胖。下去吧。是。太太，老爷那边我已经禀告了。是谁？这是太太给您请的接生婆袁妈。二姨太，您好。这回得意了吧？又多一个伺候你的人。我当然得意了，谁让你没这福气呢？哼！袁妈，二姨太就交给您了。凡事忍着点儿，千万别去惹她，她这儿有病。你这个死蹄子！香姑娘，气死我了！这大院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去，把这屋子给我收拾收拾。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去！啊啊！哎呦！哟，燕娇。哎，老爷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你也不怕累着？啊，梅兰临产还有几天呢。哎，钱柜不是说他马上就生了吗？哟，这钱柜这是怎么传的话啊？马上和几天的还差远了呢。哎呦，你也别怪他啊，这人生啊有三大快事：金榜题名、洞房花烛、喜得贵子。这一回啊，是我们白家几十年来的头等好事啊！哎，说不定啊，这梅兰啊，明儿就给我们生一大胖小子。你说我等他，总比他等我好吧？看把您乐的。嗯，这回总算可以给爹有个交代了，让他放心的走了。是啊。哎呀，难得看您这么高兴，干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按理说呢，应该是见人起名字。既然太太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妨告诉你了，这名儿啊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有事吗？啊，你说给我听听。大名叫白千里，小名呢叫蓉儿啊。白千里。你看啊，千里，千里马，一日千里呀，意思就是呢，志向高远，前程宏大。千里不如万里好。万里。嗯。哦，万里，鹏程万里，白万里。嗯。有意思，这个有气魄，哎，更高一筹啊。嗯。我们就叫他白万里。嗯。哎呀，我说太太啊，一句话呀，惊醒梦中人啊。鲜鱼豆腐羹啊，赵妈做了吗？有有有，太太您就放心吧，您交代的事儿我能落下吗？做好了，在锅里窝着呢，我怕凉了拿上来，这就给你们端去啊，去吧。哎，哎呀我的，哎呦我的香姑娘。
撞见鬼了，疯跑什么？哎，太太太太，二姨太一个劲儿的喊肚子疼，袁妈说她马上就要生了。啊？哟，是吗？哎呀，你说这太巧了。哎呦，老爷你神来，刚才你说梅兰马上就要生了，你果然不出所料。哎，对呀。哎呀，你还愣着在这儿干嘛？你快点去帮袁妈去啊！去去去去去，快去！是，我这就去。去去去去去。哎呦！哎呀，你看看。哎。子嘛，总得有几个时辰，你别着急。这都剩半天了，还生不出来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啊！你说这接生婆有用吗？这是他家亲戚，人家干这行干了几十年了，啥真是没见过呀！我跟你说，老爷，头一胎都比较难生。哎呀，你又没生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二姨太生了一个怪胎。